很高兴有这个机缘呢，就是加入义消这个职位。虽然现在目前是担任分队长职务，那也是受了老婆影响，看到她在协勤方面啊，出跟着救护车跑，所以自己感觉还对镇上、对我们民众是蛮有帮助的。好，我们很高兴我们竹东分队啊有这四队的我们的救护义消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竹东分队在我们新竹县来讲的话，那救护量啊一直都是仅次于竹北这个地区。那在他们这个加入当中啊，也能够让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那这边也是欢迎我们竹东镇的一个有志青年或是人士都能够踊跃来向他们一样这样子来投入来回馈社会。